出现了投手犯规啊，被抓到。当然吴承哲呢是有一点纳闷，当然洪慧东总教练这时候会上来啊抗议啊，绝对会上来了解一下啊。然后说他的右脚还没有踩着投手板，对。所以好，现在主审的杨崇辉先生呢是在跟召集三位裁判呢在做一个确认呢。因为这个当然还是有差别，站在三垒上的话，蒋志贤的这种长打威力啊，你打一个外野的飞球就是高飞牺牲打也可以得分的，就算不用安打也是有办法得分的。